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现在来为大家介绍实验1271的有线耳塞。那它这个特别之处是因为有附一个原厂的系带盒，那系带盒这个呢，它可以插在腰间上或者是背包上，让你的耳塞可以找到它的家。那当然，它也可以装其他你需要的一个小物，这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小盒子。那这一款耳塞呢，游泳或者是洗澡都可以使用的，没有问题。那它这个耳塞呢，有没有仿的？有，仿的跟这个1271的耳塞差别是在哪里？来，仿的材质比较差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。最大的差别在于线，有线的设计，仿品一拉就断了，一拉出来就完了。但是1271，虽然的1271呢，你看我怎么用力拉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以上就是一个1271的一个介绍，谢谢大家。